那我们就排着队。接下来这位呢，有一个非常独特的 one-liner 的这种风格，今年在与很多强劲的老演员的对决中都获得了胜利啊！不知道这场怎么样？掌声欢迎杨波。Hello， 我来上海很久了。刚来的时候跟人合租，要共用卫生间，很不方便。尤其我的室友是女生，我俩经常爆发争吵。我说：“你洗澡能不能快一点？”她说：“你能不能先出去？”别误会啊，她是我女朋友。我俩是姐弟恋，姐弟恋，相亲认识的。他是媒婆。后来我俩分手了，因为他有了新客户。所以说我很羡慕我哥。我哥在上海有一家公司，但一直单身。之前他拉我陪他去静安寺求姻缘，很灵。一个月，他的愿望就实现了，找到了对象，但公司倒闭了，我的愿望也实现了。有一对兄弟，两个人发展相差很大。哥哥游手好闲，现在在火车站偷手机，而弟弟脚踏实地开了一家手机店。我妈特别爱砍价，小时候她带我出去，对方说3000，我妈说200，不行就下一家。我说妈，要不就3000吧，咱已经走4家医院了，我快不行了。我妈说别着急，她会出来叫咱们的。女生的问题很多陷阱。有一天我女朋友问我，你猜我在医院碰见谁了？我脱口而出，你为什么去医院？她愣住了，说因为我是医生。你心里没有我。我很讨厌灌酒。有一天朋友约我吃饭，拼命给我灌酒，拼命给我灌酒。我刚要灌他，他说一会儿要开车。我很生气，因为我也是开车过来，我只能叫个代驾。他接单了。我觉得上班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我工作的时候，脑子里经常出现一个声音：“杨波，你为什么不辞职？”转头发现老板在我旁边，他说的。在职场里面，只要你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公司聚餐，经理说：“杨波，给大家讲个笑话。”不讲就是看不起我。我说我就是看不起你。他愣住了，说这笑话不错啊。我说我就是看不起你。他看着我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说这叫 callback。
谢谢吴伟老师。哎，其实我说一个比较难过的事情吧。最近我哥因为一些工作失误腿断了，这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。手机店倒闭了，我喜欢你们，很聪明。我的风格就是拿身边各种人编故事，我就是这样。我全家已经没一个好人了，但他们不在乎。我舅舅还来找我，杨波，你能不能把我也编你段子里边？我说好。你喜欢偷看人洗澡？他说不行。你能不能编个假的？我说你能不能先出去？最后我想说，我真的很爱写笑话。我曾经开了个网店，卖我写的段子，方式是付完款后，我打电话讲给他，他笑得很开心。选择了7天无理由退货。讲完了，谢谢你们。OK。好，你俩有点有可能接近了。谢谢杨波。三、二、一，请锁票。哈哈。可以，杨波。杨波呢，是上一场之后啊，他觉得自己的储备已经都讲完了。他居然非常荒唐地提出了一个设想，说李诞，我能不能就像正常人一样再好好说脱口秀呢？放弃我这个风格，但是还是坚持了啊。对对对，因为我觉得我这次的单个段子是比第二轮和第三轮要弱的，所以说我就用了一些结构上的东西，包括那个小偷那个，用那结构上的东西去弥补一下。callback 吧。对对对。是不光使用个 callback， 还真正的使用个 callback， 是吧？因为这也很超乎我预料，因为我发现咱们观众都很懂这个东西，所以还挺好的。就是我们的搞观众啊，对，都很懂、这个。他不懂的也得装懂啊，对吧？还能让你瞧不起啊，对吧？不懂的也得看。对，一看旁边乐了，哈哈哈，嘿嘿，先笑吧，先笑吧。但是这个结构的东西用的也还是很巧，可以，没问题啊、嗯。别变，根本没必要变，这已经非常迷人了。对，我觉得这节奏特别适合。因为你每回讲笑话的时候，他都问我这是真的吗？这会是真的吗？不可能。因为你就是，我觉得引人入胜就是你迷人的地儿，你坚持下去，我觉得特别酷。谢谢大家。我觉得很绝，就是说他选用这个风格，因为他选用这个风格，就是他一句其实一个包袱，他其实需要演员有非常强的那个自信。对，但是我可以给你两个非常不专业的这个建议吗？好好好，你其实可以再清晰一些，就是声音再响一点点，嗯，或者你话筒近一点，保证每一句话你只要说，全场所有人能听见，这样我觉得效果会更好。是，还有一个，你如果从头到尾都不笑呢，就当中也没有那个笑的这个时候，就一直是那样子，直到全部讲完了再开始笑，是不是可以？嗯，也可以，我之后也可以去尝试一下。嗯，对，就是带调音师跟表情管理，就是这两件事啊。但是我倒觉得他笑的时候特有意思，就是笑场的那个啊。对，就是他的人物形象，他那个，我觉得这特难演。就是他自己找到了一个，就是那种时而让你信这事儿，时而让你不相信，时而他在愚弄你，然后时而又给你一个特别漂亮的反转。其实我真的特别喜欢你的风格。谢谢。你这个风格千万不要放弃，不要对，不要产生那种荒唐的想法。对，要走到底，别改啊！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获得了全部领笑员的拍档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得票情况。杨波
我觉得他的表演很绝，就是他在一开始选择了一种风格，让自己在一个限制里面去表演，这个是很厉害的。而且他找的这种形式是需要有超级那个自信的。应该上八十了，肯定上八十了。少了两个灯，您是多少？79。那我们先恭喜杨波晋级。我特别喜欢杨波的那个风格，我觉得有点冷幽默的东西，然后他时不时的露出一点好像是笑场又好像是嘲弄的那种表情，其实就很渐离的一种效果。从观看的那个愉悦上来说，我觉得我还挺享受他的段子。把领导挤出去了。